朱大菩萨问了很多问题，佛就以光来答，那大菩萨他都理解了，这个光就把他所要问的问题也都解答了。佛的正报入世，佛的国土也入世，经过无量劫不思议的时间，依报的庄严是从正报的修行得来的，全能显现，这就是诸佛的神变。诸佛的神变在光明中中显现，一切众生在光明中中睹现的佛的一切不思议的庄严相。佛的十身当中有个力持身，力持身呢能支持持着持受的意思，持之不舍的意思，这就像我们拿个花了手的持子，能持自他自己的依报正报，一切众生的依报正报，所以叫神了。神了就是不可思议的妙智慧。神变，神变，神就是佛的妙智，变呢就现身，说转变了、变化了、变现了，都叫变。佛能持之，持之，能持字也能持他，这叫神，叫神。当代佛门起诉。梦参老和尚，1915年7月13日，生于今吉林省白城地区。1931年，在北京房山县兜率寺出家，一生学通显密，教通八宗，畅讲华严，力弘地藏，虽蒙雷泄之灾，33载，弘法心志未曾稍歇。于2017年11月27日。在大陆五台山安详示寂，享寿103岁。感恩梦参老和尚一生演说大乘，少龙佛种，缅怀风范，祈愿老和尚早日乘愿再来，慈悯度众，利乐有情。各位，最近在生命电视台看到了地藏菩萨的动画片，很多人很喜欢，我们也把它翻译成日文、泰文、印尼文，各种国家的语文，包括英文，来弘扬出去。所以非常感恩发心的大菩萨来制作这个90分钟，1分钟50000块台币，90分钟，但是呢对世界对佛法的影响很大。再来就在制作观音菩萨的动画，然后呢我们也制作了很多短短的3分钟、5分钟的卡通动画，关于慈悲佛教的故事。所以希望大家多护持这个以动画漫画弘扬佛法的大计划，让我们成为大功德主。阿弥陀佛。邀请您护持佛教卡通动画制作，护持正号19965232，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我是廖威廉，户外空气流通可以避免病毒飞沫传染，再注意一些小的细节就可以安心尽情享受运动流汗的畅快哦。第一，出门运动时随身要携带干净的毛巾，流汗时避免双手碰触盐
口、鼻，兼顾环保又防疫哦。第二，运动过后，不管是否触摸到环境中的脏污啊，都要尽快用肥皂清洗双手，保持双手清洁是很重要的哦。我喜欢在运动之后与朋友分享运动的心得。我们在户外聊天时，别忘了保持适当的距离哦。空旷且通风良好的地方都非常适合运动，只要你有正确的防疫知识，适当的运动可以增强你的抵抗力，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流汗畅快的好心情。做足多歹代志，那你看到了对你是不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看到对方的不清净相会影响你，所以我就故意讲啊，听到别人讲歹话，还是你的业障啊。那佛教是清净观，拢看到别人好的、啊，所以如果这个情况，那你就要赶快念嗡三昧耶萨埵，我观想对方净化成佛啊那样啊，观想对方的身口意恢复极清净，这是你该做的。啊，我们会舍弃一个人，就是因为我讨厌他，我看不起他，我受不了他，那你就不是他的问题，而是你心毁掉了，那很惨了。我们大乘佛教是，你想帮助众生，那你就要有一个圆满的心，就可以帮助众生。我们不能够说让每个人心都圆满，但是你以圆满的心去看对方，那个个都圆满，这点够也还给。千万不要被外在的环境、人、事物而改变了你的心态，这很重要啊！所以念念阿弥陀佛啊，处处都是净土，个个都是观音菩萨。你要这样想，那你如果这样想，你心就圆满了。你心圆满了，来念经啊，不一样，念出来都是光啊，都是光，因为你是以佛的心念出佛的语言咒语，那利益众生。如果你心不圆满，那你念出来。那字都翘翘啊，跟那电脑不好去，出来弄啊弄乱乱，因为你整个音都不对了，你结果出来的那个音波都不对，出息些呢，啊，真的是如此。这里人什么心的，什么声音，什么心的，什么笔画，什么心的猪，什么菜，啊，所以各位你该请看，赶快一杯水，和八个人提扛在头前，八种口味，赶快一罐水，跟个伊的手都无共味啊。如果你会分辨，很容易分的。啊，如果这一杯水是伽马杯倒给你喝，咕噜，哎呦，甘露，啊，因为伽马巴倒的水不干了，啊，所以那因为如此，所以各位你一定要保持好你的心。所谓利益众生，不是讲你一定要功课，一定要安怎，你都站在火车头在度众生啊，啊，为什么？就像我们现在在修行，念什么另外一回事，是那个气氛很重要，知道吧？啊，那我是主法，所以我必须有那个任务，把这个气氛调到一个最好的状态，要去引导，要去引导。啊，但是你要引导别人之前，首先你要懂得引导自己，你引导自己了，然后你才有力量去引导别人。
啊，就你有悲心了，然后你就让本来要找你报仇的众生也升起悲心而超度了。所以佛教里面的整体就是如此，恢复你的佛性的时候，世界就改变了，心清净了，众生清净，心清净的世界清净。虽然我们是要度众生，但是最主要是你要成佛，你要安住在空性啊。所以在念诵的时候也一直要升起这个想法啊，千万不要唾弃放弃对方，每一个人都给你嗡三昧耶萨多喊啊，都让你如佛一样的清净放光啊。接下来，请收看海涛法师弘法讲座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。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，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不愿罪障悉消除，时时常行菩萨道，时时常行菩萨道。